动物台乡是卢凯族原乡，最近当地适逢樱花盛开，山林增添不少浪漫气息。尤其在台24线38公里处往东，一路到阿里部落，路边都可以看到山樱花花枝摇曳，让人快门停不下来。里还有一株樱花王，伞状的树枝上面开满樱花，非常壮观，吸引民众抢拍留念。樱花王附近的雾台头目家、雾台国小、部落里的岩板巷、卢凯族文物馆，或是雾台基督长老教会，都很适合悠闲散步。有的时候还可以巧遇正在编织的卢凯族妇女呢。不过2月18到2月20，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，当地会进行车辆管制。记得把车停在古川大桥下的停车场，再搭免费接驳车进入哦。俯瞰动新闻，花开富贵报道。